弹头小组的任务是护送污点证人青哥到达法庭，青哥的替身和弹头小组做押送车，由国情局的人马前后护送，真正的青哥则乘坐一辆普通的车跟在队尾。快要到了，一个国家两个总统，这句话大家都不陌生吧。布鲁诺，控制政府要员。 Cheers. Cheers. 杀人，奸淫，制毒贩毒，检控罪名长达483条，全部无法立案，因此民间称之为地下总统。你突然召开紧急会议，应该是头号制毒师青哥同意做污点证人，出庭指控布鲁诺。人呢？已经秘密保护起来了，就算布鲁诺有通天的手段也难逃。布局，布局，青哥的保护点被布鲁诺找到了。什么？布鲁诺是怎么知道保护点的？不知道，只知道布鲁诺出了1000万美金巡查。1000万美金，青哥那边情况怎么样？不太乐观，在我汇报之前就已经到达世纪国报头了。青哥必须保住，不然我们将失去制裁布鲁诺的机会。赶快恢复信号！这么多顶级杀手都来了，青哥怕是保不住了。未必，有 Alex 在。Alex， 别人出场怎么这么帅呢？你谁？谁呀？秀秀，秀秀，啊，不好意思，你的手机忘还你了。啊？他说你们两个不太合适。二哥，青哥就在楼上，别让他想着心机。
俩手机同款啊。哦，这就是你的。阳光点儿，你看看你黑眼圈都出来了。哎，大局为重。我，不如你快点儿，国情局的支援快到了。现在被一网打寒打尽，没一个头脑。稍等，对外就说青哥在跟杀手混战的时候被杀了，稳住布鲁诺。明白。傅爵，我们来这儿干嘛？见真正的秦哥。真正的秦哥？听说过百变玫瑰吗？大家辛苦了。冷道疯子比比，暴徒教授布莱克，战局大师埃里克斯，傅爵，他们几个是局里的秘密王牌，是专门执行特殊高危任务的弹头小组。只有我和局长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，所以以后在外面见面，继续按 A 级通缉犯对待。是。我明白了，您这是反诈局，您一早就知道布鲁诺悬赏的消息。可是你。打晕的，一箭双雕，既稳住了布鲁诺，又把我们要缉拿要犯一网打尽。我们的损失也不小，失去了很多兄弟。不必自责，自从他们成为执法者那一刻起，就随时做好了牺牲的准备。我们也是。你老毛病又犯了。说正事儿。把护送青哥的计划安排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虽然我们向布鲁诺贩毒集团发送了假消息，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还需要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由科里尔继续假扮青哥。以布鲁诺的情报信息，相信很快就会知道青哥是假死，他一定会采取行动阻止青哥上法庭，所以很有可能在我们去往法庭的路上拦截。我们弹头小组四个人坐押送车，从这个位置一直往前走，需要国情局派一队人马在前后护送。刘彬彬，你开一辆普通的车，载着青哥在队尾跟着我们就好。还有呢？没了。收到。没了？这么简单？不出意外，直达法庭。谁也不会想到，青哥这么重要的一个证人，会藏在一辆普通的车里。我还是有点不放心，不然我送青哥吧。好。你真的确定你的这个计划没问题？有问题？计划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你得按照计划执行啊！招呼都不打就把绳子给打断。以你的吨数，撞击厚度为25公分以下的墙体，当墙被撞得稀碎的时候，你可以缓冲个3秒，继续起来摆弄你的 pose。看看，我那根雪茄可是限量版的，给你系上了啊！啊，你赞同我的？我可不会看着自己人战斗，还不要脸的在那抽雪茄。哎，我觉得你这个组长确实不能这么干。喂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这可是江湖大忌，要不你来当组长？行啊，制定计划我也懂啊。
刚才的计划和我想的差不多，我就不重复了。上路。快要到了。冰毒，新型毒品的一种，主要成分是甲基苯丙胺 C10H15N， 主要提取于麻黄草中的麻黄碱，故而又称去氧麻黄碱。嘿，就为这么多了。组长，前面过了大桥就到法庭了吧？想摘就摘了吧。哎，再这么努力下去，我就能成为真的制毒专家了。那是因为儿子有能力，前途无量，怕别人觉得是靠父母，完全能理解。嗯，能不前途无量吗？这么多金种可以选，偏偏挑了一个卧底。妈，卧底可是你自己选的，以后你妈想见你可就难了。啊，最后一关了啊！你可别死了，臭小子，还不知道谁先死了。给上，上了上了吧，上来。艾利克斯，我是国情局内部调查委员会调查主任徐豪。唐宁副局长被杀一案，现怀疑跟你们弹头小组有直接关系，请配合接受我们调查。艾利克斯是唐副局长的儿子，亲儿子，见过亲儿子师父吗？没见过呀。可是，在警校，我看过类似的案件资料。人性扭曲，什么事做不成。整个护送计划是艾利克斯制定的，只有你、弹头小组、死去的唐副局长和秦哥七个人执行。现今他们四个人隐秘户都多了千万美元，全部来自布鲁诺连环控股的公司，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？这是栽赃。那怎么不栽赃你啊？保护我这个内鬼，让弹头小组做替罪羊。冰冰，你是谁？我最清楚。用故人的一句话，你连窗户都关不好，还指望能干成什么大事？你是内鬼。别开玩笑了。
你跟随唐副局长的年头长，想保护他的儿子，这种心理我能理解。可是我们是执法者，讲究证据办案，证据确凿，布鲁诺清楚清哥的计划已经达成，根本没必要画蛇添足进行栽赃。还有，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我查到艾利克斯是唐副局长收养的，不是亲儿子。根据国家情报局内部调查委员会调查，经查明，弹头小组埃里克斯、迪比、克利尔、布莱克四人，勾结直销，蓄意谋害国情局副局长唐宁，证据确凿，现依法判处四人死刑。七天后。碰我！埃里克斯，都死吧！滚！滚蛋！放开我！埃里克斯，放开我！爸，妈，我该放弃吗？妈，生日快乐！你这么冒失赶回来，会给自己和局里带来麻烦的，下不为例啊。行了，祝福送到了，回去吧。谁也敢。儿子，照顾好自己。别怪我。现在的云云，是为了以后我们一家三口能够更好的相聚。这个眼中钉都拔掉了，老大有什么顾虑？难逃，他们都入狱了，七天就成死人了。他们囊里脚怕，你不了解那是什么监狱，进去了就出不来了，他们不可能出来的，因为他们脖子上有狗链。有没电子仪，那只压力山杆光电脉搏传感 ，GPS 定位和高压脉冲，犯人的情绪只要和行动超过正常的，就会自动引发警报，让狗链发的高压电流。别说越狱，犯人连打架都不可能。那他们在里面是不是和可惜 Alex 可是监狱大事？他们不是一般的和谐。就算他在这儿，他也脱不了他那个狗链。何况唐宁的死他已经废了，他废了，他废了。
你爸的仇不报了，记得三年前你救我的时候这么说过。弹头小组，要生同生，要死同死，只有三天，只有三天，真他妈没有诚信。 你和组长，抗糖可不是戒糖啊，它能使我们心情愉悦，缓解疲劳。我尽力了，组长费。 他怎么了？他连他爸的仇都不报，怎么出去了？怎么他妈知道这个？竟然哪天就跟月球车走？现在说这话有什么意思？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也不可能越。就是，越车还不容易啊？但咱们可能对待他一个人不管吗？咱们弹头小组可是一体的。什么狗屁弹头小组？在说什么屁话？ 这几天，我想明白了一个事情：从今天开始，弹头小组解散。累了，你说什么？怎么，不光脑子不好用，耳朵也不好了？我说，弹头小组从今天开始正式解散。还有你呀 ，Black， 你别每天都这样，感觉好像都被别人好了一样。先管管自己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回那个监狱再蹲两年。 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刚才那话给我收回去。弹头小组，从今天开始，组长，你要是发生什么事了，你告诉我们，咱们弹头小组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，我们跟你一起担。一起担？和这样的人一起担吗？一点就炸，头脑简单，四肢发达。之前要不是因为你。 差不多。他就是想测试这狗链的高压电流到底有多强。你他妈又坑我！这好大个给我！ 说谁小？小
没头脑。他叫没头脑。哎，不不不，他叫不高兴，他是没头脑。他是没头脑，你告诉我的，他是没头脑吧？他是不高兴，他是没头脑。你信的，他是没头脑。行行行，你别生气，好吧？反正他们几个看起来好像都不太有头脑。我们走。你说上当，他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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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放开我！你碰我干啥？你什么意思？别出！别生气，别激动。松开，嗯，松开，别这样，打嘴啊！这方面你们不行，所以呢，出去，出去，他说出去，我有机会，我们四个人现在已经结成联盟，还需要更多的人手。你们想不想加入 ？OK 的。哎，什么计划？在这个监狱，每次轮守的狱警不到一个小队，只要解开狗链，撂倒他们还不容易？你有办法解开？解开狗链需要密码。密码在狱长室的电脑操控台。狗链装有 GPS 定位，如果我们离典狱长办公室太近，就会触发自动警报，到时候我们都会被电死。不需要，只要黑进典狱长电脑操控台，我就能解开所有狗链。所以你需要一部手机。狱警的，那不行了，接着说。黑网的前提是现在有网，没有犯人出狱被执行死刑。狱长是不会打开操控台的，除非狗链发生故障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，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哎呀妈呀！我这等会打个落锁。哎哎哎！老大，你没事？密码是随机的，想要破解成功就得重新再来一次下午这处。不过这一次需要大家付出更多的代价，需要全员配合我。全员配合你没问题，关键是你得解决问题。他怎么没解决问题啊？下午我们跟傻子一样陪你们玩了一下午，现在就给我来这个坏消息。我们那是真抽抽，隔着跟你做实验呢。谁说他没破解成功啊？破解谁了？他自己。就是。别不高兴了，听他们把话说完。他破解了。嗯。胡说！哎，说你呢，别吃了，试试啊！那我就拿你试试。嗯，真没事啊？我他妈真解开了！事不宜迟，我们得赶紧把狱警引过来，然后大家阶段性的触发狗链，为我争取更多的时间破解。其实只要我们这些人破解了，足够冲出去。准备好了。方队长，电子仪故障，电子仪故障。别再耍花招。
小人了。电磁感应，所以只要离开监狱范围，失去感应，狗链就不起作用了。所有人都想着怎么解开狗链才能离开，却万万想不到带着狗链也能离开。对于他们而言，我们只要带着狗链就逃不出去。这个谁能想到我们会反其道而行之，蠢了。问题是毒蜂那帮人凭什么相信我们，被我们利用？所以嘛，我要激怒你，看看你能承受多大的电流，在他们面前能装作若无其事。哦，对了，大门钥匙在监狱里。这对你来说是小菜一碟。我不行，我没有时间。所以呢 ？KO。不可能。弹头小组的通缉级别提升到特 A 级，通知全国警力全力搜捕，绝不能让他们逃出国去。是。局长放心，他们不会逃。想知道他们在哪，并不难。你有计划吗？是。那我想单独和你汇报。局里资料。刘彬彬死在了布鲁诺的会所，布鲁诺也遭到暗杀，布鲁诺集团就这么覆灭了，取而代之的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 Dustin， 他抢占了布鲁诺贩毒集团所有的地盘，而且他手里还有新型毒品，这引起了国际大买家 Queen 的注意。看样子，这是要建立一个比布鲁诺更加庞大的贩毒集团。一箭双雕，只要刘彬彬和布鲁诺死了，我们就无法再自证清白。他妈的！快查！
行，我们是执法者。把我带进弹头小组，我就发誓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听你的。但这次能不能听我一次？我相信你一定能替我们办案。克里尔，克里尔死了！我说克里尔死了！克里尔死了！你冷静点，不给他报仇，你他妈还是人吗？你冷静点 ，Black。我们是执法者。执法者？执法者就能白白牺牲吗？执法者啊！我去你妈的！执法者！老子他妈打的就是执法者！疯了！放手！我就问你一句，给不给克里尔报仇？克里尔死了，我不难过。就你们有情义是吧？只要抓住一个线头，就能解开整个谜团。谜团快要揭晓答案了。幸会啊 ，Queen。唐宁，你不是死了吗？认识我？错我们这一行的，如果连通缉我们的人都不认识，还怎么混？有道理。
你这出炸死的戏还真是漂亮，利用内鬼刘冰冰引布鲁诺入局，让所有人目睹爆炸，认定你和青哥必死无疑。布鲁诺为了保住刘冰冰，将此事嫁祸给弹头小组，而你在顺势除掉他，吞掉布鲁诺的地盘，再利用制毒师青哥研制的新型毒品，成为新毒枭 Dustin。 分析得非常有条理，谢谢夫妻夸奖。组长，都录下来了吧？怀疑到我的，你是我的父亲，你一直相信我，但这一次你选择了亲自护送青哥，我还是有点不放心，不然我送青哥吧。好，当时我就觉得哪里不对，直到发生爆炸，弹头小组被调查，关进监狱，这些事情看似顺理成章，但又显得过于合理。我突然想起你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，只要抓住一个线头，就能解开这个谜团。还有呢？直到越狱后，看到新毒枭 Dustin 的资料，我越发觉得之前遭遇的一切都是计划的一部分。于是，我让科里尔假扮徐浩。接下来，请你保持冷静，我不会伤害你。我是科里尔，为了演出幕后策划者，需要您配合我们演出戏。我将向您汇报由组长阿雷克斯制定的抓捕真凶计划。为了让这场戏更逼真，科里尔在船上牺牲，弹头小组解散，而我之前的怀疑也得到了证实。组长，你猜的没错，咱们在船厂那场戏一直有副局的人在暗中监视。于是我让比比和布莱克找到毒品买家奎，再让科里尔顶替奎引出藏在幕后的你。该你了，告诉我为什么。国情局腐败无能，布鲁诺就是最好的例子。国情局腐败无能，你告诉过我，别人腐败无能我们可以改变他，不然要我们执法者做什么？儿子，有点老爸的意思了，我在你这个年纪也是这么想。他连你都算计，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，先出枪再开口。你以为你掌握全局了？不想为难你，跟我们回局里吧。我的话还没说完呢。他在拖延时间，阿雷克斯。告诉你，国情局一会儿就到了，他们对你可不会那么客气。他们不会来了。是平衡装置，简单的说就是局长和手里的炸弹不能动，一旦移动就会立刻引爆。这个炸弹的威力足足可以摧毁我们整栋大楼。你以前就是拆弹专家，有没有办法找到炸弹的遥控就行？炸弹和遥控是有感应装置的，一旦出了感应范围，就会双双引爆。从设置上来看，遥控器一定还在大楼里。马上复送第一。是。我在局里有人，把炸弹送到局长手上，并不难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早就知道了我们的计划。大 Queen， 在你们到这儿之前，我也已经跟真的 Queen 完成交易了。我对你们每个人都非常了解。我知道，你让比比改狙为刀是为了保护他。可是现在，这部戏你走错了。我了解你的本事，
越狱和找到我对你来说都不是难事，这样的结果我非常满意。你了解我的性格，只有让我亲历法律的不公和局里的无能，才能让我追随你。从青哥到今天，环环相扣。老爸也是用心良苦。用心良苦，一个父亲用心良苦让儿子由警变匪。知道你妈是怎么死的吗？儿子，妈妈在执行任务，一会儿手机就要关机了，如果打不通电话不要担心。追捕罪犯因公殉职。因公殉职，在这儿走的，我没有辜负你妈妈，完成了她的遗愿。你卧底的身份被出卖的时候，我带队掩护你撤离。现在还活着，全都是因为你妈妈。今天是蓉蓉的忌日，你知道你自己是被收养的，可是你知道当年为什么会收养你吗？蓉蓉不忍心看你冻死街头，她要抚养你。那个时候我并不想要孩子，可是蓉蓉想要。只要是蓉蓉想要的，我都会给她，因为她就是我的全部。他在，世界在；他走了，世界上跟他死有关的人都要付出代价。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时间太短，范围太大，又不知道遥控装置什么样，再不在我们自己人身上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通知所有的人到各个出口，用最快的时间一并撤离。局长，不要因为我牺牲了所有的人，这是命令，快！
需要让大家撤离吧。 早就说过，知子莫若父。你小子还嫩着呢，你想把我带到哪儿？国情局现在已经是一片废墟，让你失望了。这是你的手机。 现在炸弹结束了，计时计停了。像是我的儿子，摸摸你的口袋。你手上拿的是炸弹感应遥控，你们四个人。 在规定的时间聚集到一米之内，炸弹解除，否则炸弹将会立即引爆。放眼枪，大块头，别！最后一关，游戏开始。 克里尔，你利用地形甩开三个胖子 ，Black， 你解决幽灵，毒蜂留给我，行动。 听说你的刀比笔畅远了，我也只是听说。要不试试？战略大师，这么狼狈，我倒想看看。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纠缠。真当我们没脑子？看是你躲得快，还是我们的枪快？ 不试试怎么知道？废他妈什么话！
要落幕了。我一直在想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曾经跟我说过，你是一个很好的父亲，即便是严苛了一些，可在他的心里，你就是指明灯。所以我不相信你会真的想害他。 不过，从你计划的第一步开始，他就注定了成为那个最可怜的人。选择队友，就失去父亲；选择父亲，就失去队友。 知他重情重义，逼他做出抉择，却没有给他留一丝余地。世事无常，很多事情都不尽人意。我们深陷其中，根本就没有选择。有些事想做便做，但求落幕。 所以，你做好了落幕的准备。
我们还没一起通关呢。帽子这儿呢，帽子。你还留着。现场没有发现任何闯入痕迹，局长具体的死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。怎么了，比比？我突然想起，那天你爸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。他说，计划才刚刚开始，希望艾利克斯找到他。